二姨啊，说给你介绍一个南方新来的小老师，那性格才好呢。人南方脾气啊，还不得嫌东北女的脾气横啊？盘点东北最斗丈母娘，你别那，你得有内涵。现在学是不赶趟了，你等我上哪个庙我拜一拜去，你等我发财，我带你吃香喝辣的。哎，就你那抠样，和尚跟你吃顿饭都不带破戒的，一个肉菜都不点，还带我吃香喝辣的。你二姨啊，说给你介绍一个南方新来的小老师，那性格才好呢。人南方脾气啊，还不得嫌东北女的脾气横啊？横什么横？他们家有贤妻不汤横事儿。对，你也不横，够呛能看上我呀？你没看，你咋知道看不上你呢？他们有数的，吉林的蛤蟆，江苏的蟹，两广吃遍自然界，他们西北的羊肉顶一切，东北的大酱占世界。那菩萨个个给你标开，你去吧。妈，那你说结婚到底有什么好处？结婚就是小马过河，也不像网上说的那么邪乎。这家武松打老虎，越穿越厉。你爸结婚这些年，净你爸收拾屋做饭伺候你，人工资开的还比我多。那咱这一辈咱也没打过仗，没红过脸。你要选对人，你把那真心拿出给他，他都给你拿去炒劲儿讲。妈，事在人为，重在选择。怎么又黄了？又遇上奇葩。这男的一上来就问我，如果结婚了可以马上生孩子吗？这怎么接？顺其自然呗。对呀、啊、我也这么说的。然后他说，女人如果不生孩子不能算是真正的女人。那你咋说呀？我说你的意思是我现在是男的。看你还跟我俩搁这唠啥呀？赶紧让媒婆给你介绍一些真正的女人，比如带三四个孩子那种。他说晚点生也行，但是必须得要儿子，儿子能陪你一辈子，女儿不能陪你一辈子。为啥不能啊？对呀、啊、我说怎么的？女儿是活到一半死了吗？气壮说，我最近让儿子怎么了？我说不怎么的，装个避雷针，雷一劈就能穿越回清朝了。然后呢，你俩就咋了？然后他就开始跟我俩阴阳怪气儿，说我觉得你性格很不错，身材也还行，各方面都挺好的，就是脸有些胖，要是能稍微整一整，修饰一下自己就更好了。还有如果出来相亲的话，几百的表我真不好意思戴。对不起，我比较肤浅，说话不会委婉，见谅啊。那你不怼他？我说我觉得吧，你虽然很普通，但是非常有自信，各方面都很垃圾，要是能稍微努力个几百年，在北京买套四合院，在上海买套老洋房，修饰一下自己就更好。几百块钱的表你不好意思戴，几十块钱的盒你躺心安理得。对不起，我比较肤浅，说话不会委婉，见谅啊。好狗不打仗，好驴不乱叫。苍蝇不叮无缝的蛋，你是苍蝇，你说了算。你这么有钱，就有点怎么了？脸皮这么厚，挨骂都怎么了？你钱这么多，花不完也没用，为什么不捐给山区？脑袋这么空，留着也没有用，为什么不捐给医院？你这样弄得都很不舒服的。大理圣母院被烧了，你无家可归了是吧？我就随口一说，你怎么那么开不起玩笑？我就随手一把子，你怎么那么不信呐？哎呦，都喝成果粒橙了，你可真有钱，是你自己买的吧？不管你买的呀，我爸在家，我还不能说两句？生命这么短，你非得走捷径是不？小号给猫捋胡子，你是不是没事找事儿啊你？我这点一脚把你胃都穿了，再来一个三步脚把你后槽压了掉，我给你做个海盗，你个虎娘子，混取哪得清如雪？你先管好你自己，知道不？你在教我做事啊？我在教你做人。妈，我想了一晚上，我决定不生孩子了。给你留早饭在桌上，就一盘苦剧啊。爱情的苦你尝不到，就现在你尝尝亲情的苦。眼瞅过年了，恭喜你又成功的从年初刮到年尾了。二十多年他都挺过来了，也不差这一年了。他都又到二五二日了，他还未婚未育，人生阅历就这样拉开差距。你俩吵吵谎呢？姑娘，你这手掌真大，你一定很孤单吧？为啥呀？因为越长大越孤单。因为爱情世界两不误，你是爱情世界两不顾。穷兔脚不错，此兔眼迷离，双兔傍地走，你在后面瞅。你面前有十条巷的，里面全是杀人机关，要怎么做才能活下去？不知道，找对象啊。妈，你看着没，一朵花也能独自美丽。什么话？新时代独自绽放的牡丹花。姑娘，你决定不生孩子是这样，妈挺失望，挺难过的。毕竟妈觉得每个人都应该得到报应。糟糕糟糕 ，Oh my god！ 清晨伪造日暮，沙发伪成破布，腰粗腿短肥肚，没有生产线，还这一胎都搁着搁那样品都搁着搁，他妈二胎的。我家的形式是给什么样的？生产线合格的一胎。啊，因为样品跟他哥那也再出啊，二胎三胎啊，是不是再可以要二胎三胎？那生产线不合格，就你这样似的，那什么二胎？
我就发现了，过三十多岁一开始还有人给介，二十岁有人介对象，现在也介对象人都没了吧？没有了，都知道你得出了是吧？我啥出啊？就是不行。但是现在都给介绍养老院了，着急了。你就跟那憨候鸟似的，住一年又一年，咋的？那玩意儿结婚？我害怕。那玩意儿结婚是咋？我咋整啊？我嘴这么欠。你学你老姑啊，就半夜磨刀啊，打不过半夜磨刀。还有啥招啊？啊？婆家让我干活咋整啊？你老婆婆家吃完饭了，你是不是得刷碗？倒上半桶洗洁精。一件衣服搁盆子里倒上半袋洗衣粉，那我可怎么办呢？又没拿出，咣啷直接摔了两个层子。啊！我跟你过这些，你咋不教教我呢？在那个年代，这招不实行。这个年代实行啊？这个年代实行。这个年代是用不着呢，找那咋用没有？我这岁数的话，嫁妆咋也得劳斯莱斯幻影，要不然整不出去。你们眼睛也闭，你是劳斯莱斯幻想车。你唠这嗑吧，你不是嘴上瞎说，你先到寺庙烧炷香许愿吧去。我在抖音上看了，人家那29岁开718，开帕拉梅拉，老狠了。你29岁不也行吗？能吃能喝，完了还能拉，饿了还能喊妈。都老吓人了，20多岁。行，你不也挺厉害的吗？你这个不管咋地，虽然没有上亿吧，但是你也有500万吗？手机像素。哎呦我的妈！我啥时候能资产过亿？爸爸，我也想开帕拉梅拉。咱仨听猴的想干，听原始人的想干，是吧？把你爷你奶都招出来，咱一起努力。完了，都得这趴下。那算了，别哈拉麦拉了，都得趴了。